妈妈拖着一双儿女在窗边着急的呼救，背后的浓烟不断窜出。就在这九死一生的关键时刻，同样受困屋内的妈妈灵机一动，从楼上丢下一个床单，接着做出惊人举动，把儿子跟女儿接连往下丢，幸好路人合力撑开床单，两名孩童才安然无恙。不过妈妈就没那么幸运。就算你这么大，大哥是个儿吧，接住以后，男孩稍微可能挂伤一点，那女儿跑下来以后，看女士往下跳，当时她已经陷入昏迷状态了，女士没有跳下来。这名母亲后来虽然被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救出，但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仍因吸入过多的浓烟不幸离世，留下的一双儿女目前生命迹象稳定，已无大碍。这起事件也在网络发酵，影片po网，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称果然是母爱，危急时刻就算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确保儿女安全。这影片于综合报道。